關於假結婚問題呢，我所知呢就是應該數字呢就沒有明顯的增加的，應該是減少的。我看過數字，但因為現在我一下子我沒可能即拿到個數字出來，但是減少的。咁你講嘅呢個通過修法呢，其實我哋一早就係進行呢方面嘅建議，但係呢係需要時間，因為我哋相關立法原本係今年嘅施政呢個計劃嚟嘅，但係今年嚟講，因為好多民生嘅法案，頭先所講嘅防控安全規章、我哋危險品嘅管制嘅法律等等，即係呢個都需要緊急去推嘅，咁所以變成我哋可能有可能要讓位。如果從我哋角度嚟講，我哋係更加希望係盡快推進，但係呢個亦都係特區政府嘅統一嘅呢個調配咁樣。